总统即将就任满两周年，根据中国时报最新民调显示，马总统的施政满意度现在是 42.7%。 其实过去一年来我们纵观呢，在去年520前夕他有 56.1%， 但是在88风灾、美牛事件或是杨志良请辞风波之后啊，马总统的满意度明显大幅滑落，但现在呢，施政满意度已经回复到43%，似乎止跌回升了。